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普奇兽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79集的节目。那我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做这款应该是115他们推出的王国巨蟹勇士配件包，萨克巨人的配件包。那我这是前一阵子呢，一位多年观众朋友林兄呢，他寄来的许多玩具啊，跟我们一同分享的其中一款了。那拖了很久了啊，该是把东西赶快清一清了。那我现在提一下 Kingdom 的玩具呢，目前台湾的实体商店都是五折的状态，但是呢大概都剩下什么红色录音机啊，就是这本来货就很多的，你可能还看得到。那非常抢手的像白虎啊，还有这一款萨克巨人，基本上你现在可能不容易买到了，因为前一阵子货不多的玩具呢突然丢出来，而且是五折，肯定被劫掠一空的啊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平常就已经货很多的了，那大家可以碰碰运气。那么这一款萨克巨人的话呢，先前在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，我给它的评价也是比较高的。那么加上了配件包之后呢，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是还没有发育啊，你看这个比较短小，这是发育完成。那你喜欢发育完成的吗？这个当然是看情况了啊。那么这个替换的配件的话呢，一共有这可能是唯一需要把本体拆除掉的部分，其他的话呢都是新增上去的。那它还有一个配件是这个导弹，这是它的一个多的一个配件。然后呢，它的对比一下，这是原本官方附带的这个导弹，就大小就是有个差别。那实际上装上去之后啊，这个是已经装上了配件包的，然后这个则是它原本官方所附带的一个大小尺寸。但是也不能说官方这个不好用啊，因为它可以完全合起来，如果你装上了这个配件包的话呢，就基本上是无法将它给合并上了啊。所以呢，我暂时的呢再把它呢给装回原来的这个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块部件有一个掉下来的部件，这个的话呢是在人形的时候呢装在肚子上的一个配件，这是唯一呢在变形的过程需要把它给拿下来的，它这里是有个凹槽的，把它给卡进去。通常如果你去握住这里的话呢，基本上不会影响。那它还有一个填充缺口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个地方被补起来了，这里。然后原本，对吧？官方的这里是有个空洞的。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它的人物的腿啊，腿部呢是有加长的。原本的人物的话是只有腿是只有第一段跟第三段，中间这一段是多出来的啊，人物的身高呢得以提升，但整条腿都加长之后呢，带来的效果呢就是这个腿啊，原本这个尖刺要刚好可以穿过去，会密合一点的，由于多了这一段的关系呢，你必然的没有办法像原本官方的这么样的一个服帖啊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再来就是前方这一节的部分，也因为多了一段脚的关系呢，它呢没有办法收得这么平整，原本不装配件包的情况下呢，它还可以算是平的放在桌上的，但加了一个配件包之后的话呢，这整个角度必须往斜下打一点点，但是往斜下打一点点呢，也不能说有什么很大的毛病，因为呢它的这些红色这些触角啊，你把它稍微摆一下，你放成这个角度来看，你会发现它整个蝎子的尾巴是往上勾起来啊，变得更加有侵略性的一个感觉。实际上看上去的话，你会感觉这个蝎子的体型似乎变得更加的巨大啊。实际上的话呢，你说扣分嘛，我觉得就算有也不严重，甚至它在某些方面的话呢，让这个玩具呢变得更加有气势了。在人形的比较上呢，会有更加明显的不同。人物的身高的话呢，增高了非常的多，足足有一个脑袋的一个高度。具体增加的部分呢，在于它的腰部，它在这里的地方呢，把里头的一个关节拉出来之后呢，将这个缝隙呢用一块配件包组合上去。那它这个组合的话呢，是用两个胸甲呢去压住这个部件啊，利用一个里层跟外层把它给卡住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是不太可能会掉下来的。那至于这个紫色的话呢，跟玩具好像有一点色差啊，这个看你能不能够接受了。再来就是大腿中间这里多了一节啊，这里就上下两节，它是一二三变成了三节。那么这三节的话呢，这里要外摆内收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它这个公差的话呢计算的算相当的 OK 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稍微转一下啊，你鸡蛋你挑骨头还是有点色差了啊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。
再来是刚刚在蝎子的部分的下呢，后面这个地方这个空洞也被补了起来啊。在原本官方的模具的话呢，当时觉得其实当时这个玩具我给的评价是不错啊，但是啊跟这个加上配件包之后相比的话呢，在美型度上的话呢确实是有了一个相当程度的不同啊，这个已经好看的非常的多。那具体的话呢，需要换掉的部件的话呢，就是上面这个尖刺，然后它这个不是苍蝇啊，这个小飞弹啊，这个看你换还是不换啊，反正它就是有多附上了。那附上之后的话，炮弹是比较大比较好看，但是就这个就没有办法把手合起来，所以呢我的话呢就干脆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么非常感谢呢这一次林兄呢再次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有趣的玩具啊，从他的一些收藏的照片来看啊，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 BW 迷了啊，再次的跟你说一声感谢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这款115所推出的 Kingdom 巨蟹勇士配件包，那喜不喜欢那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。那就今天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